新北市与基隆市环保局率先全国创立近海合作社，这次双方主要为了强化及维护北海岸的海洋环境，一起签署了近海联盟合作备忘录。合作的项目最主要是包括说，我们媒合了20家的潜水业者成立近海合作社，那我们让这个具有潜水证照的民众可以到近海合作社去免费借用我们的潜水装备，并且在享受潜水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把水中、把海中的这个废弃物能够清除吸到我们的岸上来，轻轻松松就可以为我们的海洋环境付出一份心力。透过影片画面可以看到，基隆市到新北市整个北海岸有许多天然的岩礁及沙滩，同时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样美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而近海合作社的成立就是结合民间资源，欢迎具备潜水执照的民众一起加入潜海战将，落实爱海亲海、想近就近的理念。今天很感谢能够跟新北市一个合作，虽然城市有界限，但是海洋是连在一起的。那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让整个的海洋的维护不会因为有县市的一个差别，双方一起的投入，相信这会立下新的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典范。除了清理海域，还给生态良好的栖息环境，也呼吁大家守护海洋，从源头做起，做好资源回收，一起用实际行动维护我们生态的大环境。中天新闻王淑明、徐若仪新北报道。想与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啊，所以呢，用旺旺水神来防疫，有效能够保护您、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防疫不能等，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呢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